我叫柯成坤，闽派盆景非遗传承人，从事这门技艺已有40年了。闽派盆景技艺的特点在于，在造型技法上吸取南北之长，采用秸秆砌枝的方法，将百年老桩削尽还杂，只留下岁月的不屈风骨。闽派盆景塑造盆景的素材有三角梅、砧柏、榕树等，以榕树最为突出特色。榕树具有好养、易长、可塑造性强的特点，更是可传世的优良品种。他创造的第一式构思，充分发挥素材的个性和特点，尽可能定制出一个完美的方案。第二步是养树，通过秸秆砌枝放养榕树，再放养在榕树的方式，让大树榕树在一盆之中。第三步就是造型了，盘扎理线固定它的姿态，梳剪榕枝让它主次分明，眼镜有气。这盆十八罗汉是榕树盆景中的极品，也是闽派盆景的代表作。在闽派盆景技艺的加持下，几百斤的根桩加以浓缩，才有今天的苍劲老态和迷人的风采，将闽派盆景的意境苍古雄奇、野意空灵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不要像白树那样制作做，洗得干干净净要再来制作。数十年来，闽派盆景人始终没有停止过创作，也一直在探索盆景文化更深层次的价值。它的技法因素而异，富有变化，层次感强，没有那种臃肿的姿态。榕树是闽派盆景中我最钟爱的树种，它堪称是福建八闽大地的精灵与图腾。在福建人心中，它就有一种神圣的熟悉的力量。无论你是离乡多久的归子，还是城市发展变迁，这棵大榕树总会在那向大家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。所以我常说，盆景是活着古董，总是在无声记录着时光与记忆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还将尽全力打造一所闽派盆景博物馆，展现闽派盆景的顶级精品，将闽派盆景技艺和文化继续发扬光大，代代相传，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看到闽派盆景的精髓和技艺，以及我们厦门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。